Hello，大家好啊！今天我们继续来玩的是《游戏王：混沌力量》，这应该是我做这游戏的第四期。在前三期里，我是一次失败，两次胜利。在三局两胜的比赛里，也积累了一些经验。现在我们继续来进行比赛决斗。Come and bring it.I'll take you on anytime, any place. 好的，现在还是选剪子，再选剪子。我们先攻。这样的话，首先来召唤一个空手道战士，紧接着给他配一把武器，提高800点的攻击力，然后回合结束。I activate my spell card. 哦，直接把我的这个装备卡给我破坏了。没有关系，我下回合直接用这个心变把他的这张怪兽卡放到我的场上，然后再召唤我的一张怪兽，对对方进行二次打击。召唤一张纽特，然后发动心变，这样的话可以直接对对方造成3700点的攻击伤害。Not too shabby, but you ain't gonna beat me with those lame attacks. 接着用他的怪兽来攻击。我感觉现在应该音乐也要变了。好的，还没有变音乐。回合结束，刚开局就几乎给对方打了一半的血。啊，哥布林战士。这样的话，我先看看能抽到什么样的卡片。哦，这张卡效果还是非常明显。这样的话，我来先召唤一个未来侦察者，紧接着发动我的魔导师之力，装备在我的未来侦察者身上。攻击力变成了1850。那我现在开始对对方进行攻击。回合结束。而且这张怪兽的攻击力跟守备力，在遇到战士族怪兽的时候还可以提高。哦，做了一个祭品召唤。哎呀，不妙呀！这样的话，我的这张魔法卡也被破坏。I end my turn. 首先恢复一点体力，接着我来一个里策，表示召唤一个混沌壶。这张卡可以把对方的场上怪兽返回手牌，返回卡组，然后进行洗牌。如果是魔法陷阱卡的话，就直接扔入墓地。好，翻转过来，看一下运气如何，还不错，一张。
这张，哇，这张卡片我还是从来没见过。I end my turn. 哦，这一张是对方扔到墓地的这张卡片，阿尔法、贝塔还有伽马存在时，这三只怪兽作为祭品召唤。哦，我这有其中之一。哦，原来他们三个做祭品召唤可以召唤出一个这个。好的，那我召唤一个四十战士来攻击对方。我记得他的守备力应该是一千左右，1050，成功破坏，回合结束。It feels so good to snatch victory from the jaws of defeat. Monster reborn. 哦，哎，按理说他其实应该可以召唤那个攻击力3800的呀，我不是很懂。放置一个魔法桶，然后召唤一张鼹鼠，对对方进行一下攻击。哇，他竟然有一个巨盾守卫，没关系，我给你破坏掉。好的，回合结束。下次他攻击我的时候，我就给他再来一个魔法桶反弹回去。不用着急，这个留给哥布林。哦，他没有选择攻击。嗯，这个不错，变态企鹅。接着对他的这一张岩石族怪兽进行攻击。Man, that was close. Too close. 我选择回合结束。I end my turn. 先来反转召唤。What? Can't be.把他的哥布林返回手牌，然后我也返回手牌，接着对对方打1500点血。Not too shabby, but you ain't gonna beat me with those lame attacks. 接着召唤一张机械王。把骑士战士作为祭品，回合结束。对方只剩1750的体力了。I end my turn. 我里侧放置我的企鹅。回合结束。他也是守备表示召唤了一张怪兽。啊，这张卡片装备上的话直接提高800点。好，我直接反转召唤，把对方两张怪兽全部返回手牌。再次返回，行了，这样的话我不用装备卡，就直接获胜。这样的话，在第一局里我是成功取得了胜利。
下面看看第二局，我还是先攻。先给我增加400点体力，接着埋伏一张陷阱卡，然后我上来就放置一张企鹅。回合结束，没有关系，我也把他的怪兽给返回掉。下面对方场上没有怪兽，召唤一张攻击力1800的天使族怪兽，对对方进行攻击。Not too shabby.But you ain't gonna beat me with those lame attacks. 好的，回合结束。I end my turn. 对方埋伏了一张怪兽卡，我还是继续召唤怪兽。对他进行攻击，哇，巨盾守卫，发动一下，也给他扣700点体力。再把你的守卫破坏，继续给你扣体力。这一局玩得非常顺，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输过。回合结束。It feels so good to snatch victory from the jaws of defeat. Monster reborn. 复活一张怪兽，守卫表示啊。I end my turn.这我还打不了你。哎，战士族，那我可以召唤他呀。这火箭打战士族的时候，攻击力提升2000。这卡现在派上用场了，干掉！漂亮，接着进攻。好的，再给你打1900。现在游戏进行的非常顺利，很有可能省一局的情况下结束战斗。他直接上来守卫表示召唤，这比较找死。I end my turn. 好的，给他打掉的话，给他打掉的话，我就赢了。没关系，我再召唤一张，以防万一啊。再来一个装备， yeah. 给我的这张怪兽装备上。打一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就直接获胜。好的，漂亮！在3局2胜的比赛里，我是直接取得了胜利。好的，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再多玩一个3局2胜的比赛，在本期视频里，看看什么卡片。
两张新卡，我来看一下这两张新卡的作用。Hey, hey, give me one more match. I know I can beat you this time. 看一下两张新的卡片。这张卡片，里瑟表示死卡被攻击时，死卡以装备卡形式装备到怪兽身上，计算伤害时相互为零。每次对方的回合流程，准备流程，我方回合被装备怪兽的攻击了一半的 LP。哦，这张卡恢复血的效果还是不错啊。哎，哪去了？我把这张卡先放到我的预备卡组，没准以后可以用到。然后看一下这张卡片，主要流程一开始时可以发动，直到下次我方的抽卡流程双方不能进行魔法卡和现金卡的使用发动覆盖。感觉这张卡对我来说没什么用。好，这样的话我们再来玩一局比赛模式。Joey Wheeler doesn't take a backseat to nobody. It's time to duel. 也希望这次还是三局两胜，便在两胜的时候直接结束比赛。一张燃烧证。I end my turn.放置一下，然后发动一下，把它变为我控制，接着给你扣1700的体力。Not too shabby.But you ain't gonna beat me with those lame attacks. 这次开局还是比较顺利，而且这三张魔法卡的效果都是挺好的。回合结束。没有关系，我来发动一下效果。What? Can't be. 把他两张怪兽全部返回手牌。不错，得到一张怪兽。不过我还是来一个里测，表示召唤一张防守力2600的。接着回合结束。没有意外，他要攻击了。然后你上当了，你再扣900，这一次给你打的血是一波一波呀。召唤一张，等一下，等一下。还是继续召唤他吧，然后直接给你破坏掉。
把这张舍弃，选择破坏它。不用了。哎，看来他这张卡有用。哦，破坏我一张怪兽，那就破坏吧。然后接着再给你打1600点血。Not too shit, but you ain't gonna beat me with those lame attacks. Fang Zhi, 一张魔法卡，回合结束。一张1800的怪兽，发动。发动这张卡，看一下能不能甩到2以上。3，漂亮。这样的话，它应该也被破坏了。好的，非常顺利。好的，好的，好的。极品召唤。我现在是这一局一滴血都没被扣，而且每回合基本上每回合都在给你减血，现在你只剩1200了。回合结束。埋伏一张卡片，我估计这时候他应该没有那个狐或者是那个企鹅了。放置一下，打你一下试试，看看是个什么东西。哎呀，不给力啊！果然是个企鹅，那我祭品，那我这张祭品是白用了。好的，回合结束吧。2300了，不用发动效果。我还是在回合被减血了。哦，他还加2300，看来我还暂时干不了你啊。I end my turn. 好的，这张卡还不错，攻击力1900，然后把你哥布林干掉。回合结束。哎呀，又是一张哥布林，没关系啊，我发动陷阱。This looks bad. 减700，然后你的哥布林应该就废掉了。Whoa, man, that was close. Too close. 好的。I end my turn. 现在你场上什么都没有了。这样的话，我是成功取得了这一轮比赛的胜利，直接将你干掉。Not too shit, but you ain't gonna beat me with those lame attacks. 好的，这局又是获得了胜利。本期视频已经取得了3连胜，至今未败，但愿在这次第二回合也能取得胜利。后宫不错啊。哎，
这些卡片都挺好用的。I end my turn. Hold on a sec. 干嘛呀 ？I'm gonna activate this. 对方手牌舍弃入墓地，就给我减500点伤害，造成500点伤害，没关系。招一张1800的，然后再把你的变成我的，得到他的控制权。不必连锁。接着放置一张陷阱，然后进入战斗流程，给你减3500点。漂亮，看来他的这张卡片并不是暂时不会对我有，还真有用。哦，你是用他加体力啊？那我再给你打掉。再扣1800。But you ain't gonna beat me with those lame attacks. 好的，回合结束。看一下你能召唤什么？2300呀！哎呀。I end my turn. 他但是没来打我。那我先回复400点体力。Yeah.接着把你这张卡片破坏，又要干嘛？哦，又是加血，可以可以可以，这玩意儿你加的血还挺多呀。然后发动这张，把你这张怪兽变为我的。回合结束吧。还是攻击表示吧。不惧你这张卡，回合结束。里侧一张。我暂时还没法把你的哥布林给干掉，这是一个障碍。那我继续召唤，然后尝试一下吧，看这张卡片会不会甩到一张6。哇，说来什么就来什么，这下的话比赛顺利了，哈哈，干掉啊，直接把你给干掉，哥布林没了。还真来了一个6，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呀，企鹅！Your attack triggered my effect. 至今我的墓地里还没有怪兽，回合结束吧。又是一张哥布林。I end my turn. 这跟上次一样啊，一张哥布林被破坏，然后又上一张，挺不要脸。那我继续召唤铁战士，
回合结束。I'm gonna resurrect the monster from the graveyard. Monster reborn. 死者复生。又是一张哥布林。呵。然后你又召唤了一个燃烧战士。I end my turn. 我天，现在形势对我不利啊。500点。那我就祭品召唤。You're gonna tribute summon?接着来一个装备，给他装备上。暂时不用连锁。这样的话，我形势又瞬间扭转了。那我就进行破坏吧，先灌你一个哥布林，然后再把你这张1700的给干掉。哎，怎么了？不是。没事儿。刚才按错。回合结束。来一张卡片。干嘛呀？变守备表示。发动，把这张卡片召唤上来。人多力量大呀。What? Can't be. I end my turn. 好的，哥布林，召唤一张哥布林，然后进行攻击，看这是个什么。哦，没有关系。现在。形势非常有利了，给你减4900。Whoa, man, that was close, too close. 现在你只剩900点体力了，一切顺利。My turn. 啊，还有一个闪电剑，那就装备上吧。装备给他，而且由于这张卡片的作用，我的暗黑魔族戒尔法也提供了提高战斗力、攻击力跟守备力增加500。那我继续召唤。第一次招满5只怪兽。还真是一个奇闻。Your attack triggered my effect. 呵，可以可以，直接给我破坏了两张装备。而且我还没把你给干掉。Man, that was close. Too close. 可以可以，这样回合结束。没事儿，我现在体力比你高8300，一点不害怕。I end my turn.哎，这张卡片不错。攻击表示召唤，行了，我已经赢了。卡。Yeah!
好的，在第23局两胜比赛里还是成功取得了胜利。本期视频是两次三局两胜的比赛都前两轮全部取胜，总共取得了四连胜，获得了六张卡片，都是三张新卡，来看一下效果。首先第一张卡片是给死者的共鸣，破坏场上一只旅测表示的怪兽，跳过下一次我方的抽卡流程。这张卡片呢，跳过下一次我方的卡片流程，看一下，看一下，把这张撤下来。跳过下一次我方的抽卡流程。还是不了，这张卡片就不用了。然后一张怪兽，1600的攻击力，1800的防守力，1600 1800。还是可以放上来。那就把你给撤下来，四十战士，然后把它放上去。这样的话又加强了我怪兽卡的阵容。然后看看剩下一张是什么怪兽，一张过早的埋葬，支付八百点体力，选择我方墓地里的一只怪兽，攻击表示特殊召唤上场，并装备死卡，死卡被破坏时装备卡被破坏，可以放上吧。好的，这样的话我们本期视频也就暂时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看。记得如果对本视频感兴趣的话，记得给点一下订阅，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